我们接下来第五段公共性的这个音乐创作哈，要有一些傻瓜才能够继续努力下去，希望学校继续支持我们做这样的创作。再过来还有让大家惊喜的，老师要花一点点时间，因为这个串场怕比较干。来看看呢，我们这个搬来的这个叫做空灵鼓，跟老师说一次，空灵鼓。哎，古筝不是这样了，来来来，大家可以看老师现场对乐团的这个，再酷改一点，我们有两台古筝，请上，古筝要先上来。这个叫做空灵鼓，也叫做莲花鼓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来的大家就认识啦。这个叫什么？古筝啊，古筝工空灵鼓，这次也加入我们的社团阵容。哎，古筝这个乐器要推不容易啊，它很大嘛。要很搬嘛，微弱女子如果没有人服务，要怎么样去推广这么美丽、这么传统的中国音乐和乐器呢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，大家告诉大家，等一下的表演呐，每个人都拿手机起来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还不够，要拜托您的手，小妞妞。把我们拍摄的记录传出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传出去以后呢，帮我们多多的推广，多多的招生，因为现在的老师还愿意坚持岗位做这样的教学，确实已经不容易了。让老师们能够生存下去，老师们是因为爱音乐，因为想要传承这样的美好，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一直不断的努力经营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扶持这样的音乐，这样很难得的乐团呐！很多的社区大学是没有这样的水准哦。那我们的两位老师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收音老师，还有行政人员志工啊。那我要试一下音。这个帮我放一点点第一首歌，放一点点，放一点点，放一点点啊。才是整个下午活动最好看的时候啊！我们就是呈现给大家，台上一分钟怎么样？台上一分钟，老师最爱讲的就是上台了，管他的，因为台上一分钟等于台下十分钟啊！老师很爱说话，是为了怕。来，我们试一下古筝的音，来。周文玉老师，我们礼拜二真心弹古筝，掌声。我们这位古筝老师是艾玉哦，艾玉是四川来的麻辣姑娘。来，我们空灵鼓组请站起来一下。宋老师、宋俊东老师有一个卢之韵，今天我们也合在一起。来，卢之韵敲一下，我们看看收音如何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那我们这个音乐就即将开始，我们需要的是掌声跟尖叫声。第一首给大家带来的，我们主持人，四川。李琦，日语歌曲，这是日语歌曲。我们也很要缺少掌声喽。
掌声鼓励，给我们宋老师旗下以及于老师
玛丽莎老师旗下的教师乐团，更大的尖叫声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首是别枝曲，我们掌声掌声来鼓励，谢谢。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
但愿人长久。音响有一点点尾巴没有出来啊，好，那没有，那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留下一个不完美的完美，留下一个下一次还会更好的这边。再下一首歌曲来介绍，贺立芳老师招招手，徐华佩老师招招手，张希毅老师招招手，我们立芳老师，我们叫他罗大佑，他的名字叫做李彦君。啊，你好吗？好 ，Henry， 我们的吉他老师，好，黄宏基，这位就不用说了，再跟老师说一次，法力山老师。周文宇老师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学姐在打的这个叫做空灵鼓、莲花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给我们老师调一下音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有古筝弹唱的，老师的收音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哈，老师您要不要试一试声音？讲一讲哆来咪发嗦，听一下。明月几时？好，那我们每一个人试一下音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一点点，如果正确，我们就直接下去了；如果有一点问题，我们随时喊他。能唱的伙伴跟我们一块唱啊！但愿人长久。Thank you.
来辛苦的，平常被我鞭打的。